没有啊，崩坏三啊。 违规行为，请立刻关闭非法软件。用更沉稳的深褐色作为主色调，去突出它和小爱衣这种可爱的区别，会体现出它的成长。这就类似于那种芭蕾舞裙和礼服的结合，更突出它优雅的一面。最后在发型上，我们想保留它原来包菜的剪影。 不想做出一些区别，让他有更加优雅的感觉，所以我们给他加了长发。甄嬛发现自己有失形象后，故作镇静，悄悄跑进屏幕虚身。这次的动画效果上面却体现他的特殊性，比如说有感叹号啊、哭啊、有泪水啊、头晕冒星光啊那种串串的那种效果。超常人，嬛刃在阿姨的手中应当不仅仅是一把用来挥舞的武器。 他更应该可以融入爱姨这个角色，让他进行招式衔接，让爱姨游刃有余地利用巧劲儿进行战斗，有别于非常暴力之击。奇迹可以像回旋镖那样投掷出嬛刃，并且在合适的时机通过攻击可以将返回的嬛刃再次击出，以打嬛刃。随后使用特殊武器技可以将其一一击毁。在这样直观的操作反馈下，玩家将在紧张的战斗中与爱姨高度同步。 产生仿佛就是自己在挥舞环刃的感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分支攻击中央投出的环刃在被击毁后会持续驻留攻击一段时间。此时，爱姨如果使用必杀技，必杀技所产生的火焰将会刷新并大幅强化这把环刃，延续爱姨在场上的攻势，同时给随后入场的队友提供足够多的支援。Aimer System 功率最大化，烟火。阿姨，好耶！ 女主角 A 可不只是好看而已。